州的汉侯闹钟，在成群的公事面前，幸运就只能逃跑了。但为了确保我们的胜利，你还需要攻击最后一个地方。看哪、啊，巨斯府远处有一座神殿，坐落在无比神圣的土地上。虽然我已经历了无数的时光，但这座神庙的确比我还要古老。它正是由我的创造者萨尔纳加一手建立，标志着他们第一次踏足艾尔什的位置。我们必须摧毁这座神庙，然后将凯达利水晶放在那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。因为我只能在那片土地之上现身。
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灵光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灵光。
我仿佛被遭到攻击，进化完成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化石。我仿佛被遭到攻击。
我会被遭到攻击。
我仿佛被遭到攻击。终审判即将降临。